吗？先往糖分里加点热水，搅一搅，煮一会儿，看看水会变什么颜色。倒进模具里吧，橙色 Orange， 黄色 Yellow， 蓝色 Blue， 绿色 Green，蓝色 blue， 棕色 brown， 黑色 black， 橙色